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。澳门的人比较淳朴啲，即系佢生活安定就得噶啦，同埋人口少嘅澳门，包容啊，同埋香港就唔同啦，香港人多咧，意见会多啲啊。香港嚟讲，因为佢系一个国际城市，每一个人都会注视住呢个地方啦，咁佢觉得，哇，你呢一样嘢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嘅自由啊、民生。澳门地方细，人口少，当地人唔可以反对呢个中央或者政府，澳门政府嘅。就是生活就是咁生活咯，有賭場，多啲遊客，容易揾到一座工資高，就去到呢個階段。